日环节。嗯，祝四一点都不浪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生日快乐。那来看一下 MC 的话题吧。有 MC 讲。来，我们请哦，成员分成两组，两个 team， 喝可乐或醋，猜猜对面谁喝的可乐，谁喝的醋啊？那个我有一个问题，醋的味道好大。我有一个问题，那个黄鹤是谁啊？还我血汗钱，蛮酷。那就是我们要分两组喝醋或可乐，然后就凭自己的演技让大家猜喝的是什么东西。可以，可以，就是说你可以喝到了醋，但是你装作喝到了可乐，那你可以喝到可乐，然后装作很酸的样子，就让别人猜，就让别人猜不到你是可乐还是怎么。就猜不到就好嘛。对，嗯，对。那我们就来分为两组，去下面把这个拿上来。嗯，哇，可以喝可乐嘞。开心，来，要吃土豆吗？啊、哦，不了，不了。这个太明显了吧？那我们在这期间是不是要再说点什么呢？对，不能，我们肯定会就是可乐里面加一点醋，要不然就可乐气泡和醋还是很明显的。是吗？那这个很难喝吧？餐车经过，乘客请小心。如果是苹果醋的话就好了。哦、应该是黑醋吧？闻到味道，我都闻到味道了。哦哟。这个应该摆在对面，然后我们挑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因为这样都看得出来哪个是。好明显，我们要就是调换一下。但其实我们知道没关系。要不闭着眼睛拿。就是去选了之后，你其实不知道他选的是哪杯。是分成两组，对，我们要分。就等于说上来两个人，一人拿一杯喝一下，然后这是表达一下。那我们先分个组吧。黑白配。好，我们黑白配吧。我们把这个桌子先移到旁边来。就在这配吧。哎，我们七个人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，我让台没事，有个人加赛啊，有个人多喝一杯，那这个人概率很大哎，是的，来，黑白配，黑黑黑，四个黑，三个白，哦，嘿，那我们就黑组四个人，白组三个人，然后有一黑组再蹭一个人出来搞两次啊，哦，那我们蹭一下，对吧？每当这种倒霉的时刻，对，还是黑白配啊，黑白配。四，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没事，能喝。我是裁判吗？不是，裁判两次呀，加赛，对。啊？哦，是傻子吧？是那边一个人都喝两杯。不是，我们四个人啊。他们三个人啊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人喝两杯。我有一局是自己跟自己干，是吗？是呢，是这意思吗？很有可能，这个就是有一组会喝到两个醋。太倒霉了，对呀，没关系啊，就是也没关系，其实无所谓你喝什么，就只要看这人表现，就猜他是怎么样，就看是骗过了就赢嘛，骗输了就猜出来了就把所有的醋都喝，加赛一杯加一杯醋，就是如果失误就是错了，大家猜出来你到底是什么了，你就要惩罚，然后喝醋，然后下边我看有一大瓶儿，没事儿，够喝，管够。来吧，那你们这组先来吧。谁先来？那你先来吧。每当这种倒霉时刻，你闭着眼睛选。我们这组的人不看。这个我要怎么样挑啊？随意。你最好随意挑，要不然随意拿一杯，不用挑，随意。哎，要不就把他就是说，算了，再来吧，上吧。你们派一个人啊？你们派谁喽？哎，一人派一个队是吧？一队派一个人。我们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耶。每到这种倒霉时刻，我俩都能遇到。好，来，你不能看。然后我不看，我得跟他混掉。他闭着眼睛。好，你随便选一杯，随便拿一个。哎，怎么变你指挥我了？然后你再来指挥我嘛。好，你第几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那你把它摆成一排，然后我随便选个数字。对，是这个样子。四九宝，特别有九宝的风。好，选一杯。我要三。你要三？哦，好的，来，我来。我不看呢，是你拿的。我们把它重新排一下，让你拿。怎么回事？不看。
来重新搞回来吧，然后小乱，对，你也不，你回还给我回来，搅乱一下吧，重新来吧。其实我不知道哪一种是醋，哎，随便拿一个吧，就只要随便拿一个就好了。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，可以了吗？好，现在有七杯，现在有七杯，选个数字。我选七，最边上那一杯。你呢？我五。七五。啊，二十。讨厌，你过来思思，然后呢？好，好，开始了，来，就是他们互相，他们互相猜，不要离太近哦，他们互相猜。这样吧，还是一个一个喝吧，这样子我们观众也能看到你的面部表情，好吧？来，你先思思喝吧，来镜头。仔细看哦，别全喝完，不用全喝了，思思太实诚了。喝了这个东西，啊、说明好喝、啊。好喝。OK。好难啊！我猜是可乐。我就猜是可乐，我赌它是可乐，是这么玩吗？嗯。哎、啊！哦，敲定了它是可乐对吧 ？OK 确。确定它是可乐。来对着镜头。不敢了吗？算了，我犹豫一下。你知道前辈吧，都套路可深了，是吧？我没有要喝完呢，不用喝完。来对着镜头，你的表情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。来猜吧，猜他呀。嗯，你也是可乐。猜对了吗？然后我没有，讲刚都确定了吗？最后都是可乐，确定了吗？你确定我这个是可乐吗？我确定他的是可乐。你确定他是可乐？你呢？我也确定他是可乐。好 ，OK， 我们那互相揭晓吧。现在让戴萌来试一下，我直接来揭晓吧。我知道，我刚你要拿喝一牌的吗？我有牌的，刚刚、啊、交换喝就可以了。思思喝的，思思选手喝的是可乐，哇哦，哇哦！但是刘丽谦喝的是醋，所以你是他猜对了，你猜错了。他是他对了，对你猜错了，对，所以你要罚。对对对，我怎么罚？自罚一瓶儿，来自罚一杯来。先等一会儿吧，就记着啊。呀呀呀！惩罚啊，一杯醋啊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你、啊、然后那你去排吧，你去那个排顺序，然后我们拿。OK， 那我上吧。好恶心啊！哦，大 C 眼神锁定我，来吧，来吗？来吧。无意间两段不是两双，好两双对峙。现在有眼睛一二三四。喝了酒一样，你们这是六杯，现在有一到六，这不可以，有何关系？一步一步，喝过不喝过就不放进去，就五杯，不放进去啊，太浪费了，五杯，哇，斟酌好久啊，对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加速做，来加速加速，我要二，要二，我要四，四，来谁要的二？我要的二，谁要的四？哦、我的九二年哪 T 九二年老费，来现在所以要开始喝是吗？我要先喝吗？ OK， 很陶醉。 OK，Delicious. Delicious. 好喝。不对头啊。来吧，我猜你是醋吧。我猜你也是醋。我确定，确定了吗？确定吗？我确定。OK， 那我们就交换，交换吧。哎呦，啊哦 ，Delicious！ 来公布一下，都是他们俩是可乐。那
大 C 完了，就剩下醋。那都是可大 C 是猜醋，我输了，大 C 的话要惩罚。嗨，有人陪你了，思雨。耶、yeah! ！下那下一组，下一组。我和你吗？我都可以啊。不是你和他，是不是你和他吗？嗯，对。什么？你和他？啊、我和对，我和你。哎，来，还剩几个呀？三个一起吧，只剩因为只剩三杯了。还有一二三，莹姐，那就让你们猜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那法子是谁呢？是三个人互猜吧，这样子。规则搞不起。行吧，行吧，来吧，猜吧，互猜吧。戴萌要几号？加速，戴萌要中间，中间那杯。你猜他。拿云姐。三。那你只剩下这杯了，让我闻一下。好，一个一个来。戴萌先。大家好，真的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这样子的夜晚。不错，好，下一个云姐，手有点颤抖，我、哦、颤抖。不错啊。不评价一下你的饮料吗？不想评价。好，下一位。我喝了啊。我一饮而尽，壮士，那就由不会是要吐了吧，这位壮士。你来猜戴萌，戴萌猜云姐，云姐猜你，嗯，好，你猜我，你猜我，对，你猜戴萌，戴萌喝的是什么？可乐，确定了？嗯，戴萌，真的吗？嗯，是可乐吗？嗯，那我先不公布啊，嗯，云姐是可乐，云姐喝的是什么？可乐，确定？嗯。好，云姐她喝的是什么？她喝的可乐，她喝的醋。哦，很干脆啊！云姐，你这个是行吧？你说我喝的是醋，她喝的是可乐，对吗？对。好，哎，都我都不云姐再想想、啊，我们都不用互闻了。对，猜错的人喝掉。猜错的人现在请刚刚猜错的两位也站出来。干什么呢？喝掉戴萌手上的那一杯。喝掉我手上不是不止。还有一杯什么？你喝的是醋吗？对，我喝的是醋。你们可以闻一下。你真的是很淡定、啊。哎，我喝了好多哎。你看，我喝的是醋，我给那个。所以戴萌猜对了，云姐猜对了。对，我猜对了，云姐猜对了。你猜错了。那你猜错了。全喝掉吗？不，还有另外两位跟你一起分享。我也猜。我去看看有没有。曾国也猜错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老戴，不用了。这个是可乐还是醋？我先分不清。这个。干杯！哇，这个香醋我喜欢。干杯！这个我喜欢。我们吃小馄饨竟然放啊！对。来，我来喝醋吧。那你行吗？不行，我可以帮。四人一人一杯。可以，你不愧是我的好朋友。云云说代替我喝。云给你，你云给我吧。这么主动。耶，他喜欢喝醋。云一半给我吧。吃醋，吃醋，你吃什么醋？你喝这杯。来吧，干了干了这杯醋，香醋，来吧，怎么是这杯醋？那我们其他人就干可乐吧。好，来，那一人拿个杯。哎，确定这是可乐吗？这个是醋，这是可乐，这应该是你刚刚那可乐。这是可乐，我都喝完了。这有气泡的都是醋，哦，不是都是可乐。有泡的都是不是有泡的是醋。那这个是思思的，没有可乐给你喝了。哎，我不喝思思啊，那你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赶紧让我们举杯，一起度过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。来，干！我是可乐。哎，怎么都不 cheers 了？干杯！我已经分不清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没有泡了，不好喝。好了，那我们这组就到这里啦，请下一组小伙伴上来吧。你们俩不行，那我都全部干净，我可以直接上头。这个，我带回去。
人世界，怎么四人干嘛？五人，你们继续编啊。怎么了？好，先是我们的生日祝福环节，我有四个生祝。第一个的 ID 叫做水锤搬砖 ING， 水锤搬砖印，请问你在现场吗？没有在是吗？祝你生日快乐。第二个是世界最甜粉丝徐徐徐徐，徐姐祝你生日快乐耶、yeah。第三个是1068亿，在哪呢？哪？祝你生日快乐。第四位是只甜不言的新饭韩玉斌姐姐，不是新饭，嗯，好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不行，我们的 MC 是什么？一样的是吗？啊？亲爱的你，上去。蛮会写的，这个人蛮会写的，好方便哦，好方便哦。你 MC 懂了吧？都这样，不用知道怎么投稿了吧？懂了吧？来，我去搬搬一个。哎，这多想逃啊，都下去了。这包的像布丁一样。学尖了他们，精明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以这几杯里面是什么？有可乐和醋是吗？对，就几杯可乐，几杯醋啊？不，我哪知道，也不是我准备的。我也不知道。别整得好像我玩赖似的。所以我们这边怎么办？我们这样速战速决怎么样？好，速战。我们就是三组，就分两组，然后呢，这边喝一个一个喝，喝完之后我们这边就猜到底谁喝。喂，我们三都没喝到呢。那是我们运气好。对，那就是你们运气好。行。行吧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是，完了最后就 PK。我看了一下，我们这边真哎，早自己就分伙了，咱不手一伙手伴吗？我一看，首先他和我都是味觉不太灵敏的那种，我觉得。对，其实喝了醋我也觉得是可乐。就无所谓，就可以啊。我可是可乐王啊！茂茂怎么样？嗯，但我演技好。哎、那你们这边先来好吧，你们先挑，给你们这个机会。你现在说你演技好，我也不能差呀，是吧？我演技也好，对呀、啊。来吧，没了，你们先挑。哎，我们就这样，他现在这样摆好了吧？咱们就不按套路出牌，就随便挑三杯，怎么样？行啊，来吧。行啊，来，你先请。我来、啊。嗯，挑哪个呢？哎呀！演技好。演技好好的，能吹可以的，来。什么茶热夜茶夜茶？哇，演技好棒、哦！这什么？你家房门口被小公鸡？你看这台词功力，这台词。这一杯。啊。你来一个。叮叮当当，海螺敲响，不是你来就是他。颠颠躲躲，皮鞭落落又前。好了，就这个吧。我们这组戏演得好好啊！你们一个一个来呗。来一个一个。来，你们站中间呗，哪个先挑战？后辈先来。万一他一个就把你们俩 PK 掉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先看看他的实力。他是谁？我知道了，不咋地。行，闻一下。感觉很正常嘛？正常吗？挺正常的。喝完哎，怎么样味道？喝完啊？可以啊，多大口一点吧，大口一点。哎呀，哭了，走的内心戏呀、啊，这是。眼泪呀、啊！哎呦天哪！你看你就不好的是可乐，可乐好吃、嗯，可乐可乐可乐，就嗯了啊。好喝，人家都实惠，实惠，这走的真实派的，你知道吗、嗯？我来了啊，不快点啊！品尝一下呗，先，描述一下感受，好喝吗？哦。
哇，刚才那段应该是武侠片的打戏吧？应该是农药啊，下毒了吗？应该是农药，我知道。贺锦红啊，DDV 呀、啊。你觉得你喝的是可乐还是醋啊？你猜。哎，你没喝吧？你喝了吗？喝完、啊。喝了。不是喝完吗？哎，不要喝完吗？得喝一大口。喝不要喝完大口，这才刚喝完啊。哦。刚沾到这种感觉就不行了。你猜吧。叫你可点头嘞，感觉很欣慰的样子，还行啊。对，我姐傻了这么多年，最近终于有点难以琢磨。太难了，我才是醋吧，因为前辈刚才演的那么逼真，那么逼真，那么真实，就感受到内心的抗拒。谢谢你的认可，来这个，真的是醋啊。啊。感受到了，真的是喝一大口的时候他的迟疑，还要再来一口啊！哥，你最喜欢喝可乐了是不是？你这首歌，我敬你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你怎么能伤人呢？哎，哎。你是我们组的，不能这么耍赖。一会儿你还得擦地呢。来，我去拿点纸，我先喝着。哎，这怎么好像有点亮出来了？还行吧，很没沫子。来一口呗。没事啊，好喝，太好喝了。到哪儿了？你就这点纸，我们后台就只剩这点纸了吗？我找了半天，我们后台不会吧？不至于吧？我觉得吧，感觉。感恩的心。谢谢。好喝，我没事儿。我觉得是可乐。啊，好难哦，这个，就，哎，撒那么多，早知道应该闻一下，是不？哎，我教你一招，你来地上舔一口。我刚才有这个思路，不能玩赖，不能碰。不能玩赖，不能玩赖，来手松开，你都干，你都干，你愿意干你都干去。你们能不能先管管我？先猜一下行不行？喝完了吗？没喝完。再喝完啊？不，也不用喝完吧。那我喜欢喝可乐，干嘛不喝完呢？哥，你是一次喝三罐可乐的人。对呀、啊。这才多少罐？三十分之一，一口就没了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干了，我们姐妹的情谊。我觉得地干净了，前辈。干了。干了。太好喝了。感觉更干净，挺好的。我觉得可能是混杂了一点醋哎。嗯。因为我感受到他的泪光。演戏就得演全套的。是可乐吗？你快别问，你只能确定。我觉得是可乐。你怎么？你不要你觉得，只有我觉得。那你觉得是什么吗？这么难吗？我演技都爆棚了吗？快点猜。可乐。对。了解了解，瑞哥。来吧。哎，不会吧，这三杯都是醋，谁说的？闭嘴。我选个这个吧，这个形单影只的，我觉得他和我比较有缘啊。怎么了？
开始了。对，开始了。哎，你一丝丝的微表情我都不会放过，我告诉你。而且我刚才我也做了这步，就是要先观察。真的，没看你的表演。开始了。其实他就是可乐，真的。嗯。喝。一大口啊，喝完，默默。刚才你怎么对我的？喝。我的手啊。下唇有些颤动，在动，我觉得像可乐，能一直灌下去。你有三个喉结、啊、这么好喝吗？哎，你中间不喘气儿吗？哎，不想打嗝吗？你要想打嗝，不用憋着。哎，你看他手在颤抖。我觉得是可乐，不是你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人味觉哦，他各种酸的，他都能当可乐喝。你不了解，你要哭了。酝酿，你还得酝。你听听有没有？你看着呢，必须留三滴我再说。他真的是，真的是渴了。那肯定是醋了，我觉得。哎呀，怎么哭不出来呢？哎呀，我觉得是醋。我也觉得是醋，是吧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他喝这种东西，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太想让大家觉得是可乐了。就是醋，真的假的？我那是可乐，那是可乐吧？那行吧，能碰猜了。醋，你来几几票？我想说可乐。你想说可乐？可乐，我们两个说醋。我再想一下。你再想一下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猜可乐是吧？我猜的醋。是我们能闻一下吗？不行。啊、哦，不能。好演技。你猜醋是吧？啊、嗯，那我猜可乐。好，啥？醋啊。你可能不太懂我们这种老戏骨。没开玩笑，真的是醋。莫寒，莫寒，我当时我的喉结在颤抖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又感觉他很缓慢什么的。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，真的是醋。莫莫，哎，你知道刚才小孔喝这杯醋的时候剩了多少吗？大家能够从光线上看，这醋在这儿。莫莫喝完了。默默还剩点，默默你要渴的话把这个干了吧。来、啊、太变态了，你太变态。喝。不是，他们放了几杯醋，不应该。哇，他可能放很多杯。小样想装是吧？可乐，可乐一定是可乐，我觉得。你要不然就是你要想演那种不一样的戏法，我告诉你吐出来。对，他还品了品，哎，我觉得是可乐啊，因为如果醋的话，他不能再转一身又继续喝，肚子难受，哎呀，嗯，好惨啊，可怜啊，好痛苦啊，可乐啊，这么痛苦，我最爱喝可乐了。你吐回来，然后再给他喝。对对对。嗯，好了，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，我也猜了。真的吗？等会儿啊！你不要被小孩子骗到了。能不能行了，你们仨？会有那么多醋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是可乐吧。我觉得是可乐。你们再寻思寻思，寻思寻思，寻思寻思，寻思。绝对真是，我选可乐。那我哎，我觉得有点像醋了。你看他眼睛有点泛泪光了，装的。我刚小孩都可会骗了。可乐，可乐，醋吧。行，咱们姐妹，我跟你说，你选的权就在你这儿。你觉得是为啥吗？为啥？如果你说错了，那你们这组就输了。没有，知道有自己有多重要了吗？你们还没决定好啊、嗯、这样吧，我猜可乐你猜醋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吧，你猜。不是，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喝可乐。选择好了啊，可乐。真的吗？真的可乐、嗯、来，我来闻一下。如果我们猜对的话啊，
给我来给我看一下。默默别老加戏，你这样就没意思。这肯定就是可乐了。要不我再喝一口？不用了，你也看不出来啥，你喝的醋跟可乐似的。哎，我觉得好喝吗？肯定可乐，因为他刚刚喝了醋难受了，想喝一口可乐。我觉得是醋，他就把可乐抢过来了。三二一，可乐醋，可乐，可乐醋，可乐醋。到底啥？你们俩排除，问他。可乐，好，可乐，可乐。哎，他现在小孩是学会了，姐这么多年不是白活的了。那前面你还不是被我骗了？他还年轻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就刚喝几杯可乐，几杯醋了？两杯醋了。叹口。哎呦，结束这个 MC 吧。哇哦，没有，他是先喝一口之后，他要有内心的活动。人家不说，就靠表情让你。你再来一遍，这个就是刚刚。你再演给大家看一下，瞳孔地震。再演给他。慢动作啊，来，缓缓。微表情，微表情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喝的是咖啡啊，红茶哦，哦，怎么了？早上没吃饭，胃有点疼哦，还有点呛。黛玉演的是《红楼梦》那段。怎么样？醋还可乐？可乐，醋，要该你了。这俩排除了，就你了。你这都弄出来你就完蛋了，你看他那个泪光马上就要流下来了，快三滴眼泪，再喝两口。而且他每一口都抿得非常小。对，再喝两口。哎，给你一种经验吧，我觉得他们下面不可能只放两杯醋的，我们不能听你的，因为他每一口都抿着喝。你要按臭整的话你就臭整。臭整臭整，人家啥我刚都没看到他喝，哎呀妈！哎，真是醋，我觉得是醋。不要被他的演技所覆盖。我是问他那种微表情的，不是他的眼泪是刚憋的，真的，但是刚憋的。他每一口那种抿的那一小口啊，就我就觉得有点。你记不记得当年我替你喝过那个蒜泥那个咖啡？就当时你那个抿的那种感觉就很像。我已经开始给他讲那个加戏了，加戏故事了，快快讲故事了，现在导演了，当年吧，你们还行不行？来，三二一，啥？醋可乐，他们俩排除你。我如果这把猜输了，你就完蛋了，你真的是退下神坛，白。可乐，来吧，哪个？这个。来，我来闻闻。你尝一口吧。是这杯吗？不是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杯不能撒谎啊！我们回去看视频的啊。喝了吧。来，喝了吧。喝了，我喝。等会儿。真的假的？这杯是这杯，我回去查视频啊，我回去翻视频啊。这个撒谎天打雷劈，我记得是你闻我嘴里，你吃蒜了？感受一下吧，挺好的，我看得出来了。哎，真的是醋，你演技真的好，真的超好。什么干了？什么？不行，你怎么这么狠？不可以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刚喝了一杯，现在胃里面是在翻滚，还是不要伤害大家了。好的，我们的MC到这边就结束了，请欣赏下一首歌曲《彼岸花》，谢谢。